如果你生肖是龙，或者是你身边有属龙的亲友，那么这件事儿啊，你一定要提前知道，因为它将会对你人生产生很大的影响。龙有一个非常显著的特征，就是它很旺主。旺主什么意思啊？就比如说在家庭里边，这个家庭运势怎么都起不来，哎，有了龙之后呢，就慢慢起来了。所以有个龙人在家里边，或者在你单位里边，那你八辈子是要高香了。在团队或者公司里边，很多大事儿啊，你派别人搞不定，但是你就派属龙的人去，他分分钟给你搞定。所以只要你是企业的主，或者是家庭里边的老大，你有了龙的帮衬，你会非常显著的发现，他即便不做事儿，就在你旁边待着，你家庭事业呀也会很顺利。而且属龙的呢，有回转乾坤的能力。好比说啊，这一间铺子，很多人看都说这个地方肯定赔钱，做不起来。但是龙人一看就觉得呀，哎，他很 OK， 于是就做了一做。做着做着就发现呢，很多时候就做发了。大多数时候都是这样。属龙的就是专门做人家不做的，或者说人家丢掉的，他一做就会发财。所以跟属龙的人合作呀，是很好的。会让你少走很多弯路，记住了吧？按赞追踪我，分享更多知识给你听。